蔡依林啊，蔡依林吃冰棒啊，吃冰棒，手扶梯啊，手扶梯，为什么这样子啊？你怕滴到头发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吃了冰棒这么高勒手，对啊，你吃的这么慎重。周杰伦啊，周杰伦啊，敬酒啊，要不要影响？不要影响。你为什么喝酒跟吃冰棒都这么慎重啊？